Man， 我操，FAKER！ 不多逼逼，弩子打开，我操，打飞！我们辅助是 Kanyon 江哥 King 三叔 ，ADC 是季札，中单 FAKER， 对面打野小花生，哎，来我也是，打野小花生，然后对辅助姐小，这把，哎，直接什么情况？直接有人头了好像。 OK， 然后跟队友点信号 ，F6 要给野，因为这暴女可能会红开去我野区了。这把 C 不了，主播屎都吃，兄弟们，这把不 C 直接吃屎，直接下路靠绕过来，暴女过来了，三级来的好快啊！哎，这太白捡了，兄弟们。那么这一波我们防守眼先给，然后摆盒子，暴女没闪，女生过来，他死了，哎没被吃到，他死了。 先做个眼睛，获取对面打野的信息，然后再靠过来看那个打野是蛇人开还是红开。小丑没有越塔的能力啊，这种满接近满血没法越，只能说我们靠下来给点压力，越不了。而且这波是换野 Q， 差点单杀 faker， 我靠！ 一线不动，然后跟队友点信号，重复点他，看下路血量，血量低我们就往下靠。三个人头，不好意思，各位观众，五，生好精华片。哎呦，单杀飞哥，哎呦，又差一点，这个逼枪那能闷呐、啊，老子他妈怎么就他妈差一丝血单杀飞哥呀？哎。 啊，错了哥，别，看野心要做龙眼呗，但是对面上单是有线权的，所以这波我们其实没有机会，我们可以来波逆向思维，因为他们派克肯定会去抢，肯定会先锋，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过来把他们 ADC 偷，偷 AD 再走，我装备 太好了，这个血量。我们直接去吃塔皮，小龙不要，啊，仙木不要，上路没线权，打起来我吃亏，过来直接把这个一塔给他捞两，或者回去守土龙，哦守我上野去，当然也可以过来避计划接个网瘾，把他赶在中间，我 Q 技能53秒钟，把他打残，被刺到一个飞镖走，大家躲在平 A， 飞镖沉淀，这是 A 死 ，Q 技能躲开。 派克来了，哎，我不该打他了，我该打派克了，把这乌迪亚赶走，反向 Q， 盒子一丢，其他这边的送塔了，拜拜，我在靠。 隐身过来看样子有闪现的 ，A 一刀往前没挡标，飞镖一丢 ，A 他倒躲 Q， 真的挡了飞镖 A 他一下，一个平 A 带走，派克来了，没事往前，隐身进来。哎，我的天！这咋办呀？刚才给 collaboration了，可惜了，这把剧本没有按我想象中的发展。要是打飞去对面，或者是打飞被打爆就好了。哎，飞老师不给波热度啊，都快饿死了，怎么还有人吗？玩个 B 卡莎从他们这个地方走出来，飞镖结束，什么意思啊？打不挡标？ 卡在妈绕起后来了，啊，他没标到，位置不特别好，位置不特别好，这不没法上，偷波小鸡儿。
哎，在干嘛 ？Are you? What are you doing? 哎，曾经有一把热度抓在我的手上，可惜我错过了。他妈15分钟点。